家好，今天我要煮的是古早味芋头糕。首先，冷锅下油，爆香小葱头翻炒，再加入蒜蓉与虾米、香菇、芋头以及少许的五香粉、盐和胡椒粉。然后我们倒入一半的香菇水、蚝油、鸡精块，再倒入剩余的香菇水，翻炒均匀。在烹煮的当儿，我们把粘米粉和薯粉一起搅拌，然后边搅拌边加入水，搅拌均匀成糊状，再倒入锅内与食材一起翻炒至浓稠即可。在玻璃碗内涂上一层油，以方便取出芋头糕，将炒好的食材盛入玻璃碗中，然后在松除魔法气压锅里倒一些水，放入芋头糕，盖上锅盖。有了松除魔法气压锅，我们只需短短的10分钟就可蒸熟芋头糕。把芋头糕取出，待冷却后再把它扣入盘中，随意加青葱和辣椒来点缀，就可以享用美味可口的芋头糕了。